我们要什么责任呢？但暴力斯特下是个严重责任。为什么呀？我们事先已经猜到了，这个暴力斯真实嫌疑犯，果然真是那个瓦基姆。瓦基姆是个代号，他是苏联原东局头号间谍。这个瓦基姆是干什么？ 具体是干什么的，我们也不太清楚。只知道他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间谍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抓他。那这个鲍里斯就是瓦基姆？嗯。上次那个鲍里斯跑了，差点把你给特别处理了。就是因为这个瓦基姆太重要，他跑了，就必须有人 为此付出责任。那他自杀了，还有人负责吗？当然了，自杀了总比跑了强吧，不立功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要追究责任呢？死了的瓦基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，只有活捉才能立大功。这个瓦基姆身上一定有重大的秘密。 你没有发现今天福原局长去的时候，也显得非常紧张吗？对了，如果是福原长官带人去抓，结果鲍里斯自杀了，那福原局长就有麻烦了。那要追究我们的责任啊！ 这次本来应该是保安局的责任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没什么办法，你我都有责任。你的责任恐怕要大一些。我？当时鲍里斯掏出枪，只是想反抗，他并没有自杀的举动。可当你喊出他的代号之后， 他在，加藤和尚，我没喊呐。不是你喊的，难道是我喊的吗？而且，你不应该去监听唐飞。当时是您下的命令。当时是你给我提的建议，不是吗？是，您是丢失的警察，要勇于承担责任。 有这个可能。那您为我求求副院长官吗？我也有责任，你让我怎么去求他呀？ 那我肯定是活不成了。 你可以说是我下的命令，但对你的求救，我相信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不仅你活不成，如果你坚持说我下的命令，我可能也会被撤职。但是，如果 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去，我没有撤职的话，我会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。你的家人还有孩子，他们会幸福的活着。我明白了。
蒲公英选择离开家，你就开始飞啊。他得知风会把你吹落，我怎能放下？对，我就是瓦季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死在敌人的手里。The Russian, the Stalin。我这次回来还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当你把线索交给了日本人以后，我才能走。这样还会减轻他们对你的怀疑，保护你的安全。什么？鲍里斯同志牺牲了？他是为了我牺牲的。那日本人现在还怀疑你吗？应该都解除了吧。怎么说，鲍里斯同志是为了掩护你而死的，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英雄啊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为鲍里斯同志报仇。你要干掉加藤？对。你疯了？我知道加藤平时独自喝酒跟玩女人的地方。你跟踪加藤了？谁给你的命令？我的责任是保护你。自从你觉得加藤对你造成威胁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对付他的办法，万一用得着呢？红道，老大，小孙同志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安全，也是为你好。没有我的命令擅自行动，这是违反纪律。你在这个小组的任务是负责安全和交通，不是杀人，不是跟踪，更不是复仇。那难不成就让鲍里斯同志白白牺牲了吗？我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，我有提建的权利。我知道干咱们这行需要服从命令，但是胆小怕死也是干不了这行的。没有人胆小怕死，鲍里斯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。但是保全自己、隐蔽自己是我们的原则，只有我们活下来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该完成的任务，这才是对鲍里斯同志最好的慰藉。可是我没有可是。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，你们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我的命令。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停止对加藤的跟踪。如果你们觉得很不适应，可以打报告申请调离。刘翻译官，你跟这儿干嘛呢？我想你了。哎呦呦！
喝了吧？没有，一点都没喝。就这还没喝，怎么着？还想不想再喝点？想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从来没办过间谍案子，你怎么就能发现鲍里斯呢？不瞒你说哈，为了找到这个小子，吃奶的劲儿都给使出来了。我连你们的线人都给卖通了。不，你肯定是被他们逼的，是吧？被谁给逼的？他们非认为你是共产党，他们审查你还打你，你被逼的没办法。你要是找不到鲍里斯，你这辈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是吧，兄弟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兄弟，你发现了鲍里斯的线索，你立功了，啊？可你把我给坑了。什么？我把你给坑了？你别着急。其实，坑我的不是你。你告诉我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其实没出什么事儿。我就是，我必须。这个，我想存在你这儿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整个警察厅，我只对你放心。你现在把我都给弄糊涂了，你很快就会知道，我要被处决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现在处决的人还用问为什么吗？将来我不在了，我的家人跟我的孩子，那时候你就帮我把这个交给他们，兄弟。那时候，你帮帮他们啊，老刘。先别着急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能找到我，我真的特别谢谢你。我发誓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嫂子、孩子绝对饿不着。我请你一杯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这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你可能想得太重了，我认为不会的。别难过了，来，你靠着，你靠着，哎，你靠着，再。该事处都联系好了吗？联系好了，他让我们直接去报案局。那你去准备车，我们马上走。是。
就连上海的鲍里斯先生是我国的侨民，为什么要对他进行通缉？对此，我苏维埃共和国表示极大的愤慨。这是临河警察厅颁布的命令，鲍里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。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了，请你出示一下好吗？卷宗都在警察厅。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鲍里斯昨天已经在大河旅馆遇害。你们掌握的情况恐怕有很大的出入啊！死在大河旅馆的人叫华林斯基。这位华林斯基为什么遇害？是我的烟呛着你了吗？没什么，这屋里的空气不好。 我们不如到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。这倒是个很好的建议，请吧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是被你们打死，还是勇敢的自杀？我不想回答你的任何问题。这个鲍里斯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就是瓦基姆，对不对？你干嘛要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呢？没想到啊，我对你这么照顾。 你竟然让这个瓦基姆在我们临河潜伏了这么多年！你遇到麻烦了？哼，昨天如果是我进去抓这个瓦基姆，恐怕今天咱俩就见不到面了。你们对失职的处分过于严格了，都是自己的同胞，怎么能说杀就杀掉呢？你们不杀吗？啊，对，你们不杀，你们叫枪毙。 这是不是你要的那种东西？就是这个，我妈妈特别喜欢。多少钱？免费？那可不行，真的不用。那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。嗯，喜欢吗？副院局长。 鲍里斯自杀前都说了些什么？他说：“斯大林同志万岁。”嗯，他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如果将来有一天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，我希望你不要选择这种愚蠢的行为。你记住，我们保安局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。哼，谢谢你的关心。 这样的一天，我认为永远都不会到来。<笑>行，希望我们再见面。再见。手镯给他了。他喜欢吗？那么贵重的东西，能不喜欢吗？要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富有。哦。 他给你什么了？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。嗯，非常精致的玉手镯。他是故意给我这么贵重的礼品，他想拉拢我。 要给鲍里斯通知的，可是他已经牺牲了。我知道了，鲍里斯同志牺牲了，我有一个请求，能否推迟我回国的日期，让我接替鲍里斯同志，继续留在这里工作？我是战士，这里更需要我。
索哈夫同志，我知道你非常的勇敢，我会把你的意见及时的转告给上级的。你失去失留，最后都要由远东局的领导决定。我明白。在没有接到命令之前，你目前的任务还是调查我们内部可能存在的那个叛徒。是。进来。喝茶，谢谢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今后有什么事儿，您打个电话过来，我直接上您办公室去就行了。最近宪兵队可能要下来考察副厅长的人选。那还考察什么呀？直接把您名字报上去不就行了吗？你觉得我合格吗？哎，当然合格。谢谢你的认可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但现在我有点麻烦。昨天我们去抓鲍里斯的时候，他自杀了，下面要对此进行调查。人死都死了，还查什么呀？这个鲍里斯是个很重要的间谍，如果抓获的，我们会有巨大收获的。是是是。可是，没让他跑得了，那不也是收获吗？关于鲍里斯自杀的责任，麻烦你亲自调查一下吧。我调查什么呀？我去调查谁呀？你去查一下刘翻译官吧。责任在我，是由我造成的。上次鲍里斯跑了是唐飞的责任，唐飞为了洗清自己就开始拼命地寻找鲍里斯的下落。他为了得到更多的线索，他花钱把我的线人高启忠也收买了。我一气之下就对唐飞进行了电话窃听。你等等等等，你说你擅自，你怎么个擅自法啊？那总机的钥匙不是搁在加藤手上的吗？我偷出来了。净瞎说。我没说瞎话，真是我偷出来的。那你这个罪可真是不小喽。在监听的过程中，我无意的知道了唐飞得到鲍里斯就住在大和旅店的这个线索。我为了抢夺这个功劳，我擅自的带人去了旅店。你带人去了旅店，加藤不是也一块儿去了吗？他是后来去的。他真的是后来去的吗？在抓捕鲍里斯的过程中，我不小心说出了他的代号，这直接导致鲍里斯自杀了。刘翻译官，你要是真这么供认的话，你就非死不可喽。什么意思？那大和旅店的高继忠是特务科的线人。是你花钱把他给买通的吧？这刘翻译官的脑袋是让驴给踢了吧？他这么交代，不是找死吗？唐科长，你想想咱们现在在哪儿？你说你是不是花钱把那个高继忠买通了？不是啊。是。高继忠的钱他是吴鹏给的。你现在不能提吴鹏。为什么呀？你提吴鹏的刘翻译官他这个窃听你干什么？我哪知道他为什么窃听我的电话呀？你这么认真干嘛呀？
谁想认真呢？我不认真不行啊！刘翻译官现在都准备认真的去死了，我们能不认真吗？那我们这么帮他，不是让他去死吗？你不帮他，他也得死啊！啊，那么现在我就直接写，是你花钱买通了高继忠啊！哎，别！我唐飞不做假证。方厅长找你了？找了。我按方厅长的意思说了。其实咱们俩的证词有没有根本就无所谓。昨天晚上刘翻译官跑到我家里哭得一塌糊涂。科长，你说这是什么世道？请给我接保安局蔡科长的家里。唐科长，有事儿吗？哈，蔡科长，您喜欢的这首曲子我找到了唱片，怎么样，明天我给你送过去。不用了，我家里有。我这想拍马屁还没拍着。行了，算我没说啊。再见，唐科长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我今天啊有点不太痛快，所以就喝了点吧。因为什么事儿不痛快了？哎，算了，不说也罢。你这不是让我着急吗？今天吧，方厅长让我做一个假证，我给拒绝了。可是呢，他还是让吴科长替我做了证词，把鲍里斯那件事的原因全部都推到了刘翻译官身上。你干嘛拒绝啊？不，那可是一条人命啊，就这么没了。警察厅这样的事儿还少吗？我可从来没做过，我从来没有把责任推到我手底下的兄弟身上。你倒是讲义气了，可你觉得这样有用吗？所以这没用，我不才喝点酒吗？行了，少喝点酒，早点休息吧。好吧。接福原局长办公室。方厅长什么态度？他当然是顺着加藤了。加藤想推卸责任，找人背黑锅，这完全可以理解。哎呦，老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唐老弟，我拜托你的事儿，你放心，
你的家人就是我唐飞的家人。加藤好像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是吗？嗯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福原さんに会ったら情けない顔を見せるんじゃないぞ。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んだ、最後まで堂々とやり遂げろ。分かっております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副院局长，在下擅自窃听，擅自行动，直接导致了间谍鲍里斯自杀的恶果。为肃正纲纪，消除影响，我刘铁军甘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。啊，二位请坐。是。方厅长。是。这是你亲自做的笔录。是。啊，坐坐坐。是。内容非常的详实，各方的证词互相印证。你是下了一番功夫啊，辛苦了。不过这份调查材料好像还缺了个手续，如果这样报到宪兵队，枝野大佐恐怕会不满意呀。福原局长，少了什么手续？你看，缺了副厅长的签字。哦，是这样的，福原局长。因为新任的副厅长一直没上任，所以这半年多来，所有需要副厅长签字的都是特务科加藤科长签的字。你看，这是加藤科长签的字啊。这些刚才我都看见了啊。是，这份调查材料由加藤科长签字不行。这只是调查材料，由我签字，就近具备法律效力。加藤科长，过去由你签字是因为你们厅没有副厅长，现在已经有了。这是枝野大佐刚刚下的命令，由我暂时兼任你们的副厅长。来呀，立刻逮捕加藤科长。嘿嘿。福原さん、なぜだ、なぜ私がこんな目に。教えてくれ、一体私は何をしたというんだ。黙れ、逮捕。福原さん、福原さん、待ってくれ。私じゃない、私じゃない、私じゃない。方厅长，是。这份调查材料由于事先没有得到我的允许，现在作废了。哦，请你把他的手铐打开。
那是。这有什么奇怪的吗？啊，二位请坐。是。坐。嗯，是。刘翻译官，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了，希望你回去以后要安心的工作。是。方厅长。是。你回去准备准备，下午3点在你们警察厅的小会议室召开全体科长会议。是。就这么就放我回去了？我真的没事了。怎么地？你还想找点事儿？Thank you.